喷泉水池、大理石雕、圆顶、高柱、象牙白的巴洛克建筑，令人宛如置身在法国凡尔赛宫。这是2015年全新开幕的奇美博物馆。想亲近西洋艺术，不一定要出国，在奇美就可以实现。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梦想。奇美集团的创办人许文龙出生于日治时期，当时就读小学的他经常到住家附近的台南州立教育博物馆参观，免费开放又丰富有趣的馆藏，在年幼的许文龙心中种下了一颗文化种子，希望将来长大之后也能够盖一座人人都可以亲近的博物馆。家己囡仔时代有去看到日本人吼，一间足小型的博物馆吼，我印象足深啦。所以伫迄个时阵一直想讲，把你我脑筋调，我是用来要做一个博物馆。当一手创办的奇美实业稳定成长之后，许文龙便开始逐步实现办博物馆的梦想，常年有计划地在世界各地收购珍贵的艺术作品，累积藏品实力，邀集专家储备博物馆人才。1992年在奇美实业仁德厂区内设立奇美博物馆，免费开放21年，参观人次达1000万，同时外界名琴名画到世界各地为台湾扬名。为了进一步实现盖博物馆的梦想，奇美开始积极寻找梦想基地，经过多年的努力，最后落脚于台南都会公园，是奇美与台南市政府共同成就的全民博物馆大梦。奇美博物馆是一栋融合希腊、罗马等古典元素的21世纪新建筑，园区设计也紧扣希腊神话的脉络。作为入口意象的铁修斯战胜人马兽，就是源自古希腊神话故事，英雄压制半人半马的怪兽，蕴含文明战胜野蛮的意义。阿波罗广场上，以等比例复制法国凡尔赛宫制作的阿波罗喷泉，呈现太阳神阿波罗驾着马车从海面跃起的壮丽景象。进入博物馆前，需先通过一座桥，命名为奥林帕斯桥，桥上伫立的是12尊奥林帕斯山主神的雕像。博物馆侧有小天使许愿池，2尊可爱的小天使合力抬起水池中央的喷泉。园区内诸多景点都是以希腊神话命名，散发浓厚的西洋艺术氛围。从许文龙儿时梦想到奇美集团家族全力挹注，社会人士的响应支持，这个博物馆大梦长达80年才逐渐圆满。缘起其实是不是也应该要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为什么会盖一个欧式的博物馆的这个概念？这时候阿姨是要跟我们讲的吧？我想这个，因为当然是我们的收藏也主要是以西方的哈。那还有创办人他从小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所以那日本时代的那个美学的那时候也是教了很多的西方的，所以我觉得很自然的他就会想要说心生向往，对于西方的这些美术，所以他当时想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只是在我们的厂里面有的那个奇美博物馆，我真的要盖一个正正式式的大的美术馆或博物馆的话，就一定是欧式的，是这样吗？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除了当然收藏是很个人的一个喜好的问题，那创办人自己本身就他也学油画，然后素描，他喜欢雕塑，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喜欢这些，对他来讲就是美的作品。那当然很多台湾的朋友会很好奇啦，说奇美博物馆为什么不收藏一些本土的东西，为什么要收藏西洋的东西？那这当然收藏西洋的东西就会因此我们有一个西洋的建筑物嘛。那其实创办人他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他觉得说既然是要分享，那要提升大家的文化的就是水准哈。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奇美博物馆它是坐落在都会公园，那这个都会公园当初是台糖的地，就是蔗糖的地。
那一个当初在种蔗糖的农民，他如果想要出国去观光啊，他是不可能花那么多钱飞到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去看。那所以对这个农民来讲，如果说能够去把东西搬到台南来让他看，这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那他这位农夫可能他在台湾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日本的典藏啊，然后中国方面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创办人会收藏这个西洋的典藏品的关系。其实也是有这个台湾人的作品啊，像我记得好是在庭院里面也有那个体操的雕塑，对对对不对？对。那是普天生普老师的作品。那我是当初受他的他的小孩子还有他孙子他们一道来跟我讲，有这么一件运动系列的东西，一组这样的东西。那其实我受他们感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前辈的雕塑家大概最知名的就是黄土水。可是他其实是黄土水之后那但是非常的，我觉得真的是被感动了，被那个他的后代这样子一直希望他的爸爸他的祖父的东西可以被看见，然后真的也是很杰出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去说服是不是可以收这种东西。那之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后来是说服了另外一位大股东，就是创办人的弟弟的家族来收这件。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花园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很多件作品。对，蛮多不同的体态的。好，现在我们要把我的梦变成我们的梦了，因为当时创办人说想要成立博物馆，他最先收的是什么？应该是画作。画作，对，我记得还在保利厂的一个小的办公室里头，地上就摆了几件作品，都是真品。我去看过，都是真品。原先创办人还想请人家去临摹一些世界名画，后来他才发现拍卖场的那个价钱上还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所以他们就可以真的是，我们应该收藏真品。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子开始。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馆藏哦，其实是阿姨在这么多年，在不同的地方二十几年。我在92年、93年就开始进入拍卖场了。对，就是你也是真的是走过一个时代那种感觉。里面有很多的画都是你亲手买回来的，没错。而这些画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对不 对,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比方在旁边这一件，这个叫音乐的寓意啊，它其实是我在1996年去了，因为我都有写一些那 conditional report， 我们要去了。那我记得那一天，一进去我就发现吓死人了，有 BBC， 有 CNN。对 CNN 还有什么很多的媒体都去，甚至有一个他们看到我是东方人，有个以色列的电台还来跟我聊一下。其实因为是创办人喜欢大的作品，那里头刚好就是有这一件，这件光是就是5米跟4米5的，这么大，很大，哎，里头最大的一件。当然我们很幸运的是有标到，有一位那个罗浮宫的一个版画主的一个主管来跟我们讲，你们很可能没有克林姆的作品，但是你们可以很自豪的说你们有克林姆的老师的一张非常好的作品，就是这一件。那这个 Hans Magar 那时候造成一个风潮，甚至有 Magar Style、 Magar Age 都有，都有。那他其实是为了一个叫做政商很有名的人叫做 Nicholas Dumba 的人的工作室，他受邀去替他规划啊，那只是在天井而已，旁边也都是他的作品。那都是用那个寓意来做各个主题。那后来几年前奥地利他们国家博物馆还是他们想要回顾到做一个特展，就是把这个工作室再给他完成重现，所以对再给他重现。结果他们接到了，所有都接到了，也来跟集美借。我们说 OK， 我们很高兴，所以我们弄下来哦。可是我们告诉他说，东西很大，这个你要运费啊，要保险费，就要200多万。他一听啊，不行不行，
那你借我们那个底片去复制，把它 copy 也复制。啊，多么可惜。所以，所以整个展览就整个都是原作，就到那个天井画的时候，就是一个复制。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一件？因为是帮我们做研究的这个台南艺术大学的老师叫蔡敏玲，蔡老师他刚好他就是觉得这件作品太好了，他想要做一个论文的发表，所以他当时他有去这个展览，他有去，结果的就有跟这个 Hans Magard 的学者，研究他的学者谈到，那学者告诉他说，他在那一天的拍卖里就眼睁睁的看到这件作品被一个姓郭的阿姨买走，东方的女士买走。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对，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其实就在奇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哦，离我们好近，感觉不用坐飞机就可以看到。还有一幅作品，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听说连柴切尔夫人知道这个作品要落到奇美手上，有一点点不太高兴，是有这样的故事吗？他没有不高兴，他没有不高兴。在杂志上，就是我们的 message 那个信息嘛，那其实因为他在杂志上或者报纸上都有报出来，所以他就有在关心那时候。问那时候的我们的驻英的代表，就戴瑞明先生嘛，那有说，哎，因为那时候写 Chima Culture Foundation 买去了，他说啊，奇美这你知道吗？那时候奇美一点都不出名，说我们都没听过，但是我们就知道他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件非常好的作品，那我们也很幸运的也还买到他的素描，这样子，你买的。啊哈哈哈哈，你每次都说很幸运，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缘。我们常笑说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的工作，对，一直花钱，对，而且都看的都是人家很美的东西，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也跟创办人的出发点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好像创办人会觉得说他并不是这些作品的拥有者，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守护者，对对对对，是他是有。所以刚才宝仪在讲说，奇美或许没有很多非常昂贵的这种大名家的作品，这也跟创办人的理念有关系，因为他觉得说，既然是要分享，要让台湾民众更接近、更了解一些西洋的艺术史，所以同样一件作，同样的一笔钱。如果买名家作品买一幅，他或许可以买到好几幅画作，去把那个艺术史给呈现的比较完整。哦，好，那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逛一下奇美博物馆吧，好不好？奇美博物馆其实它的建筑风格走的是欧式的，是还蛮多希腊神话在里面的，因为你看它有一个大型的喷水池，是有阿波罗骑战马，你看我们看到后面那张照片。哇，他喷水的时候是真的还觉得说哇，挺惊人的那个感觉。要不要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雕塑的喷水池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物了，那也有前头的一个奥林帕斯桥了，那我们就觉得更前头应该有一个喷泉。那我们当初就找了一些书让我们那个廖董创办人看，那结果翻到。一翻就不知道怎样，一翻真的就翻到凡尔赛宫的那一个阿波罗了。结果一被廖董，他就被杀掉了，杀掉。他说就是这个，我就是要像这样子的。那这对我说来，我就马上想谁可以做，执行就都是你就对了。我马上想谁可以做，是那多少钱可以做？其实当初路易十四。他想做这一件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想用大理石的，但是那时候国库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所以有时候从某一方面，好像奇美在完成路易十四的梦，用我们用大理石，用跟那个米开朗基罗同样的那个卡拉拉山脉那个石脉的那个大理石来做。所以它的原作是什么材质呢？它是铅。它是铅做的，对对，所以反而我们完成了他最初的梦。哇，这个到底博物馆完成了多少人最初的梦想？不只是创办人的，还有一些古人的，甚至是外国古人的。所以到了博物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气势很磅礴的一个作品。然后刚刚你提到了，我们会走过
奥林帕斯桥，然后旁边也有很多不同的神话的雕像、神像在上面，然后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博物馆了。奇美博物馆的馆藏有上万件，分为艺术、乐器、自然史与兵器四大类，都是奇美花费20多年的时间四处搜集而来。以听得懂的音乐、看得懂的画为收藏的原则，希望建立一个雅俗共赏的美学场域。馆内随处可见的雕刻作品十分吸睛，漫步在雕塑大道上，参观者可以自由地从各个角度感受作品的姿态、肌理。在罗丹厅的穹顶下，是现代雕刻之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奇美博物馆特地将罗丹的老师、同侪、学生与罗丹的作品一起展出，更全面地呈现罗丹所处的时代与艺术环境。动物厅有来自世界各地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模拟动物迁徙的生态造景，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阔。还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北极熊标本，是奇美的明星馆藏。在兵器厅，不但可以一窥兵器演进的样貌，也能够看到兵器的优劣如何影响战争的输赢，而战争又能够改变人类的历史。艺术厅的收藏以13世纪到20世纪的西洋艺术发展史为脉络，展出不同时代与流派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家具等。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圣马丁与乞丐，以奇特的人形和色彩运用著称，为西班牙绘画开启新局。乐器厅是奇美馆藏的重头戏，这里收藏的提琴几乎囊括世界重要的制琴师与学派，与为数不少的古老名琴。镇馆之宝的查理9世大提琴是目前所知世界最古老的大提琴。奇美博物馆还收藏了很多自动乐器，并安排示范，运用转动滚筒上的铜钉或纸卷上的洞孔来使音乐重现，也有投币就能够启动音乐演奏，像这座自动演奏伴奏琴。走一趟奇美博物馆，享受美好的心灵飨宴，就连窗外的一草一木也是奇美美学的实践呢。博物馆典藏的分为四大类嘛，就是艺术、乐器、兵器跟自然史。我们先从一楼开始逛起好了。一楼呢，哦，小朋友真的很喜欢。我们先从动物馆，从大自然开始逛起好了。里面有很大一区是，他们是标本吗？都是标本，都是标本。对，世界各地的动物。对，其实它跟大型的话，他们先把皮动物的皮先寄过来，然后一群的那个这个标本制作师在台湾做的制作的。那小的话，他们再用空运过来这样子。其实这次奇美蛮妙的特色，我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么多动物哎，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特殊的？你相信吗？才一半而已啊，那另外一半在哪里？摆不下去。对，在库房，在库房。其实这个牵扯到原本创办人他是打算盖2座博物馆的，就是在同样这个都会公园里头有一座就是自然史博物馆，就是全部的动物、矿物。还有矿物，你们还有矿物？有，对。我有看到陨石，我想起来了，对。可是后来因为前阵子有经济大萧条的关系，所以后来那个经费就不足，只好把这些动物通通都请他们进到这栋博物馆里头。所以大家这次会去看到，会觉得说，哎，还是好像还是有点挤，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等于把另一座博物馆的东西又塞进了现在这个博物馆里头。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进去是蛮高兴的，对。好多，而且好近哦。这是同样的道理，跟刚才我们讲说那位农夫他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到米兰，一下子到法国，到世界各国去看不同的博物馆，那个小朋友他要看到世界各州的动物，其实是很困难的。是，所以一样的概念，把这些动物标本请到博物馆来，让孩子都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州的动物。对，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细节。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座博物馆吗？
等消经济没有那么萧条的时候，因为这个，你看，像我进去看的时候，解说的那位先生真的非常很细心，他还说，哎呀，真的有点可惜。你看这个长颈鹿本来是可以昂首阔步的，是可以有一个动作什么的，但是因为。毕竟他就是得跟大家都在一起，所以还得弯个腰啊，这样。所以如果在原本规划的博物馆里头，它是可以挺起来，就6公尺高。可是当它被搬到现在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就必须帮它做一点动作的修整就对了。好，但是毕竟还是完成了一个部分的梦。对，而且就是博物馆嘛。大人小孩都要开心，对不对？因为小孩子可能看到隔壁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大人都在想些什么？因为隔壁是兵器馆了。对，可是有的孩子对兵器也很有兴趣。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喜欢杀戮啊？讲到杀戮，就有些朋友会很好奇，就说哎。许创办人为什么一方面盖医院，一方面收集兵器？觉得说，我也很好奇，有没有冲突？那为什么会收集兵器呢？是因为创办人他非常喜欢历史啊，他就说，其实一个国家最先进的科技都是用在他的兵器上。那兵器其实会决定战争的结果，战争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哎，你看人类，所以他觉得收藏兵器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史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进化史跟历史的演进，他是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在看待兵器收集这件事。对，所以他常常就会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像水都威尼斯为什么会起来，这跟他们用弓箭的那个铰链十字弓有关，就是当我还用手射的时候，那我射不到你，可是你用铰链射得到我，那你就会赢了。那或是像他会讲说蒙古人为什么能够征战各地，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弓啊是可以折起来的，所以携带很方便，他就可以四处征战，那这些都跟兵器的研发有关系。好，现在一楼我们逛完了，我们要上二楼了。二楼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得来不易但又相当有缘分的艺术品。有哪些？因为里面的展品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不可以请阿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些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而现在我们还看到，因为他们应该是也是轮流展的吧，因为如果很多的话会不会这常设展的话大概会3年5年再换一次，这样子。都有很多的可以看的，我们从1200年到现在20世纪嘛，这21世纪的展示嘛，那所以我们分为好几间来做，那每一间都有它的特色。比方第一间就有 El Greco 的圣马丁遗器怪，那 El Greco 是在西洋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来自希腊的 Greek 哈，希腊的那个。被认为是西班牙画家的作品，那件作品也都有借到那个几年前借到东京都美术馆去展览，这样子。你看我们的展品多么好，还要跟我们借。是啊，要我们介绍一下戴玫瑰的女士。戴玫瑰的女士好是2012年买的作品啊，因为我看到 Gustav Guibord 的东西，我在想啊，太贵了，不可能，因为他是印象派推手，可是他其实不需要卖画，所以他的作品其实没有被很多人知道，是因为他家庭富有，所以才不像其他的人就需要靠这些来做经济的资源这样。那他是在后头推手的，帮他们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印象派的好作品也是因为他当初的帮他们，所以才可以留下来。那当初我也想说啊，太贵不可能，结果东西拿到我们创办人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挑了，我就吓一大跳，怎么可能呢？就他有挑上这一幅，即使你觉得很贵，创办人应该会觉得说这幅我们要放弃，我们要买其他幅，就是好这个钱我们可以买好几幅，但没想到他挑了这一幅。对，那我想我实在应该去提醒他有没有少看了一个零，但应该没有哦，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对，然后我们就真的很幸运的买到，可是买到之后呢，居然有接到电话说有人要跟我们换画。
幻化，对，就是用差不多等值的，用同样的尺寸，而且借展的记录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换。Okay, okay, 那我们就说不行啊，这是我们老板喜欢的，我们不卖啊，我们不要换这样子。那个人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打电话要换画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在那个日内瓦有一个叫做小皇宫的美术馆，他们有一件叫欧洲桥的作品，那欧洲桥就是在巴黎的桥上有一对那个绅士跟那个女士这样走过来，结果他们有这件作品，他们很想让人家知道这位女士长得怎么样哦，所以那个是一个比较特写的那个画作，就是我们的这个肖像画这样，他想把它凑在一起，对，他很希望是这样子。那而且他还要表示说这女生很漂亮，男生还要特别看她了哦，到底有多漂亮的要来奇美看，这见仁见智，我们看起来是是很高雅，但是并不是说大家想象的这个绝世美女这样，但是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买到？因为他人在飞机上，他真的是阴错阳差。对，我想如果说他这么想买的话，如果不是在飞机上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的竞标，也许今天奇美是不可能有这件作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奇美博物馆，非常特殊。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很著称的这个环节，就是乐器的收藏。这个缘起也是因为创办人真的很喜欢音乐吗？对，他就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也做过琴弦。他到底还做过多少事情？就是日本战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留下了一些海边船上的东西。然后他帮日本医生做小提琴的琴弦，那他自己也练习小提琴嘛。好，那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像宝仪刚才有讲到说，很多的画作在他的过程中你真的不知道说他曾经去过了哪些地方，他有哪些足迹。那奇美这些小提琴的收藏刚好就是每一把其实他后面都有一段很丰富的生命史，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特别是琴的收藏呢，我们的琴的收藏算是非常完整的，从他的 Cremona 这个 city 缘起，那三大家族，然后这些制琴师的同才，他的老师，他的老师的学生，就这样子整个脉络去，对，整个脉络去收藏。我们那位提琴专家就说，当初是我们在找琴，现在是琴会来找我们。怎么说？大家也开始都知道说，台湾的奇美博物馆有在收藏琴，所以有一些名家他手上的琴，他也会想说，是不是奇美会有兴趣，他也希望说这样的琴能够让他在一起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的收藏，有种回家的感觉。对，大家可以相聚。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创办人不只是把他们收集在一起而已，他还真的让那些很有天分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不见得有能力负担这么好的，因为每一把琴都有自己的生命，是每一把琴都有自己的个性。对，然后可是你要让怎么让，比方说年轻的小提琴家在他们正在开发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不同的琴给他们不同的启发。对，我觉得奇美在做这件事情上也付出了挺多，两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部分吗？就是创办人的价值观一直都很清楚，不管我们刚才讲到说他的画作的收藏，或是为了孩子在收集这些动物的标本，提琴也是同样的。他知道说一个父母亲如果他家里出了一个天才儿童，那个父母亲的心情的沉重，如果你沉重不是很高兴吗？如果你家境好，那当然好。如果家境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个小康的家庭，要培养一个天才儿童，如果你财力不够，对，所以他就会希望说，起码在这个部分可以帮助让一个天才儿童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自己的天分。对，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我看那个评选过程好像也是蛮是要经过一些手续的。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琴还是有分，就是不同的等级，那什么样的就是他的程度到哪里，就给他什么样的琴。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功德无量，
我每次听到这些部分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创办人把这些琴收好，是因为他的确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照顾，因为琴如果没有很好的照顾，琴的生命也是会耗损的。对，但他有一个很好的空间维修他们，然后保存他们，然后他又不是占为私有，他当然我可以想象他可能半夜或者是什么时候会走进去说I love you， 然后来拉一下那种感觉，但他也就是很乐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心是很大的，就你看像他就会说，今天博物馆之所以可以收藏到这么多东西，也是因为这些典藏品，它其实都是某位后代把那个祖先的收藏给卖出来了。所以呢，与其这样子，不如就把它公开给世人，大家一起去。这是整个地球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才会说他只是在帮忙看顾看管。那我就谢谢他了，看得真的很好。其实我长期来，就是说他为什么收这些琴？我有时候常听到他说，他觉得琴是有绝对的、接近绝对的价值。对，他觉得，琴是那个乐器里头最难拉的。他说来，小提琴，对，小提琴啊，那这种东西你看，越古哦越早的，你如果是真的好好那个的话，它的声音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如果像钢琴的话，可能久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是这种东西是真的，你一拉它就唤醒它，然后让它有更丰富的生命。所以他就跟我讲，这是有绝对的价值。那时候我才什么叫绝对？当然没有绝对的东西，但是他是觉得这是最接近有绝对价值的东西。我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创办人的太太啊，会跟他开玩笑说，你花那么多钱去买几片木头，几片木材，然后创办人就说，这几片木材从几百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的价值、它的音质，就是刚才阿姨在讲说绝对的价值就是这样。就这几片木材，它的形状从几百年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它的音色，每个人每把琴都不一样。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你们有一个展场也很特别，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你们有一个展场，就是它的摆设编制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啊，走入管弦乐团啊，走入管弦乐团。然后呢，中间就是指挥台，是。然后每一个乐器摆放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站在指挥台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里就是，比方说那里就是鼓，或者是那里就有琴，或者这里前面就是小提琴，然后后面还是大提琴什么之类的。这个 idea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当一个小朋友哈，像说他可能要学乐器，其实你说突然说啊，他要一个孩子他想要学什么乐器，有时候是大人给他的概念，因为孩子他本身可能不会知道说双簧管跟单簧管的音色的差别啊，小喇叭啊跟伸缩喇叭到底差别在哪里，或是在整个乐团的配置，所以这个我都笑说他有点像哈利波特，就是那个画面哈，其实是每一个音乐家他在演奏啦，那个特殊的乐器的音色会出来，然后怎么去保养这个乐器，怎么去收它啦，整个都在那个画面呈现。所以每一个荧幕看起来你就觉得，哎，好像哈利波特里头，就它不是一个画框里头的人会动吗？那是有这种感觉。那刚刚我们都说是不同的展场，但其实展场跟展场中间有很多很漂亮的走廊。对，整个奇美有都很多很漂亮的雕塑。其实一楼跟三楼我们没有二楼，二楼是音乐厅的一个夹层而已，所以其实是一楼跟三楼都是中间就是雕塑大道。那雕塑大道其实我们从第一件就是那一件作品，我为什么给它放在第一件，因为是在我某年到那个奥赛美术馆的时候，它第一件作品就是那一件。对，它是算是也是罗丹的一个助手的那所以我是觉得它的重要性，它当初才做十件，其他九件在哪里我们都知道。那可是它可能有些人看起来也不是很漂亮啊，但是它确实是有它的重要性存在。然后应该说最特别的是罗丹厅的那里，罗丹厅，因为有三个老师影响罗丹，然后罗丹的同辈的作品，还有罗丹
他的学生的作品，那、也不算学生，因为罗丹这个人其实他不当老师，他怕他的技巧被学，他只是学徒而已，叫一些人帮手，这样助手来，所以有那里是很完整的，很完整的可以看到，这个罗丹厅到底是怎么样呈现。听说雕塑类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个镇馆之宝，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吗？其实它是放在我们的整个都会公园的一个入口意象，它是叫做铁修师战胜人马兽，那这件作品买到不久之后，巴黎市政府居然来跟我们说想要跟我们借去做放大的动作，那我们想说为什么，才发现原来这件作品在巴黎纪念公园，这个纪念公园里头就有他原来的作品，但是因为战争的时候被拿去融当做兵器使用，对，所以他们现在想要，有的市长很有心，他想要恢复到原来的这个面貌，所以他就想说那谁有模呢，那就是刚好就跟我们借，那我们那件作品也好还没有进来，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做放大的动作，对，然后放大之后我们因为放大其实我知道要花很多钱，是，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说好，那放大之后呢我们就做两件，铸模的时候铸铜的时候做两件，一件就送给巴黎市政府，一件就我们姐妹以后会用到的，然后它上下其实都有这个青铜的雕像，所以下头还有还有一件是在去年我还去，就这两件我都有去参加他的一个捐赠的那仪式致辞的时候，我就用法文来跟他们致辞，然后法国人就好感动，下来就很多人跟我说 chapeau 的，那就是帽子，我脱帽跟你致敬，我也觉得在那时候你会觉得还是好像有替台湾做到一点很好的国民外交，然后就是有这么，他们也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帮他回复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一个公共艺术，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历经30多年筹备，耗资20多亿资金建造台南奇美博物馆，明年1月正式开幕。中央新闻镜头带您先睹为快。建筑，你以为是在美国白宫吗？其实这里是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将在明年1月正式开馆。不过今天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抢先看里面到底有哪些珍贵的馆藏。耗资20多亿建造的奇美博物馆，馆内设计也是走白色艺术风格，一共有7个展厅，展出上万件的收藏品。这两幅油画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你看得出来哪一幅是真迹吗？这边是写实，这边是写意。答案揭晓，这两幅油画名称都叫慈爱，左边是西元1858年的画家仿制，右边西元1854年奥地利画家艾梅林的作品。馆内收藏的珍品除了这两幅画作外，还有4大镇馆之宝，也令人好奇。你的身高跟它的长的话，它的高度比一比，那因为这只可能是目前发现最高的北极熊。走进一楼的动物厅，最显眼的就是北极熊标本，9尺高，奇美馆藏超过10年，馆方说很可能是全球最高的北极熊标本。第二件镇馆之宝就是这幅油画《圣马丁与乞丐》，作者是葛雷科，约西元1610年到1614年创作，鲜明丰富的色彩，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是希腊教士主义的经典作品，同时也展现天主教的仁慈精神，描写那个这个圣马丁哈对这个乞丐仁慈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宗教故事。当你进入罗丹厅，会看到第三件镇馆之宝，就是铁修斯战胜人马兽雕像，青铜材质，是法国浪漫主义时期雕塑家巴里的作品。他在西元1860年创作，题材是取自古希腊神话。除了西洋雕塑、油画，奇美博物馆也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在乐器厅中会展出数十把欧洲名家的乐器，其中查理9世大提琴除了是镇馆之宝，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提琴。这间房间是收集欧洲3大工作坊，小提琴的工作坊。一走进乐器厅，还可以看到模拟制琴工坊，里面展出的工具模板都是馆方从全球各国搜集而来，珍藏在博物馆内，丰富的收藏琳琅满目，令人看了眼花缭乱。不过民众想进馆内参观，还得耐心等到明年1月开幕。记者林志彦、王月芳台南报道。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因缘小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今天的因缘小聚，蒋勋老师要我们来介绍的是艺术家罗丹早年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对他的作品其实会有很深的印象，你走在巴黎街头啊，甚至在日本东京纽约的街头，你到处看到沉思者，看到巴尔扎克像，就他已经是非常世界性的一个艺术家。那我要简单介绍一下他比较早年的这个生平啊，他生在1840，我想如果大家对这个年代熟悉的话，印象派的画家里生在1840有莫内，那晚一年的就是雷诺瓦1841年，早一年的1839就是塞尚，所以那个年代刚好就是巴黎变成世界国际之都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感染到一种创作的那个气氛。可是罗丹自己本身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他爸爸大概是当时有点警务工作里面的一个蛮小的一个小公务员，所以家里面很穷，所以这种环境里面的小孩子如果喜欢艺术大概就很为难，因为家里不会鼓励你往艺术上走。所以我们大概看到罗丹最早的一些资料啊，就是说他父亲不只是在这个警务工作里面的公务员，他当然也延续了一个比较警务工作里面那种严肃保守啊，甚至在教育上是很严厉的。所以罗丹小时候可以说在他家里面得不到太多艺术上的鼓励或者自由的解放那个鼓励，那么他就常常一个人跟他妈去买菜。他的母亲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包水果的那种有着旧的杂志或者旧的书上面会有一些图片，他就开始临摹那些图片。所以因此我们大概现在看到罗丹比较早期的一些速写，他会画一些动物啊或者是人的身体啊，都是从这种东西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想到一个艺术家就觉得是家里很刻意培养啊，从小给他最好的条件跟环境，可是以罗丹的背景来讲其实他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大概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会从这种旧报纸旧杂志上看到一个图片，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美术生涯。那么这条路他就这样走下去。那倒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罗丹有一个姐姐，大概比他大3岁，叫玛丽亚。这个姐姐个性是那种非常敏感非常内向的，然后跟罗丹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从父亲那个严厉的部分所感受到的那种压力，在姐姐那边得到了很多温暖的东西，所以这个姐姐好像是她的玩伴，而同时又给她很多女性的温柔的那个姐姐的那种照顾。那么因此这个姐姐一直偷偷地鼓励她画画，所以她父母常常会责备她说你怎么又不读书又跑去画画，那父亲很希望她去读法律的，那可是这个姐姐就会保护她，甚至后来她姐姐有一点收入的时候就会偷偷把钱给她让她去读书。所以她在她姐姐的资助底下进到了一个中学，这个中学是特别培养跟素描美术有关的，那其实完全不是家里父母的鼓励，而是这个姐姐的鼓励。可是她读了这个绘画的学校以后，那么认识了一批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年轻艺术家可能在某一部分会有一点放纵啊或者自由，所以她姐姐就爱上了一个她当时一起画画的朋友，可是又被她这个朋友遗弃了。所以她的姐姐后来在非常非常伤心的状况里，在那个恋爱的巨大的幻灭跟挫折里，她姐姐就进了修道院做修女，没有多久就死掉了。大概罗丹在20岁的时候这个姐姐就去世，所以大概这个姐姐只活到23、24岁。那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罗丹画过一张她姐姐的像，充满那种忧郁忧伤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事件对罗丹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罗丹因此也进修道院了，所以他就决定放弃绘画要去做神父。可他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神父，这个神父在长时间照顾他的过程发现说他没事，他就偷偷又在那边画起画来了，圣经盖起来就在那边画起画。他就跟他讲，他说一个人要走向宗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走向宗教要有你自己另外一种
心愿，他觉得罗丹其实应该走艺术。那他也跟罗丹讲，其实美对人可以有很大的拯救，那艺术也可以对人有很大的拯救。那他也开导他说，姐姐去世，那么这是一个悲剧，可是你自己要把你自己救出来，那么对生命有更大的信心跟希望。所以罗丹又还俗，从修道院一出来才确定了走上艺术的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我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你看到罗丹为他姐姐画的那张消瘦忧郁的那个像，然后同一个时间罗丹自己留下了一张照片，完全是一个干瘦的艺术家，就是那种苦闷的、绝望的、对生命没有希望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想罗丹青少年的时代，或者说我们说二十几岁已经到青年的时代，遇到的这件事情，他跟他姐姐的这个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在他后来的创作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罗丹一直在寻找一个主题，就是爱。那这个爱我们都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就是他有时候会做两个手靠近，他觉得手在靠近的时候其实就是宗教，他把那两个手很有名的作品命名为 Cathedral， 就是大教堂。他认为两个人的手能够靠近，彼此给对方体温，其实就是一个信仰跟教堂。我觉得是跟他姐姐当时的自杀，这个去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陷入到最绝望困境，然后希望在宗教里面找到一个补偿，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也觉得，我们读他传记的时候，很感谢那个神父。那位神父鼓励他还俗，那我想意思是，他后来一直在讲这件事。他说这个神父一直告诉他说，美、艺术跟宗教有同样对人的拯救的力量。那所以罗丹后来作为一个雕刻家，他做各种的作品，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艺术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美，里面有一个对于在痛苦当中人的安慰，在痛苦绝望里面人的一种支持的一个力量啊。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后来看到罗丹的雕刻，跟其实雕刻家很多了，画家也很多，可是不是每一个雕刻家的作品都那么让我们感动。我觉得是罗丹始终有一个对人的关心。那么他后来还俗，从修道院又出来，决定走雕塑的路。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那其实也就是他的模特儿，叫 Rose Berhe 啊 ，Rose 就是玫瑰的这个意思，很漂亮一个女孩子。那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后来罗丹为她做了很漂亮的像，其实这个 Rose 就是他一生的妻子。他们两个很好玩，他们两个大概从二十几岁就在一起，然后这个 Rose 就是永远帮助他，永远以罗丹为主，那变成一个最好的模特儿。那所以罗丹那一段时期所有女性的塑像都是做的这个 Rose 啊，他的这个太太，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结婚。我说的结婚是始终没有婚约，他们婚约什么时候实行？两个人都七十几岁，在临终的那一年他们才举办了婚礼。我觉得那个年代很有趣，其实还有一个画家叫米勒，跟他太太也是这种关系，就那个年代好像有一点革命性，他们会觉得一个结婚证书就是一张纸，如果你不相信他，他也没有任何用，那你甚至有一张纸，离婚以后又有一张纸，再结婚又有一张纸，他觉得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一生，他们觉得两个人的爱会经历非常长的挑战，那宁可在最后大概觉得两个人都在病床上，大概也没有别的希望，那么就结婚吧，就办一个结婚。所以那个年代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同时也有一点提醒他们说，爱是你自己要负责的，那不要依靠那张薄薄的纸。所以他有大概这段时期有几件作品啊，都是做他这个太太，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表现出这个 Rose 不同的感觉，有的时候那个 Rose 非常的温柔，有时候非常的刚毅啊，就是那个脸上流露出女性的那种非常刚毅的部分。因为我们看到罗丹当时非常的穷，穷到租不起工作室，所以这个我用太太吧，或者是用，其实他只是一个伴侣，他必须不断想办法去解决罗丹生活上的困境。那我们还要必须讲，就是罗丹当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雕塑家，他接了很多公家的公共艺术的案子，每次的开会讨论，然后罗丹脾气又很大，有时候他觉得说我不要甩你们这些公务机部门的人，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这个太太这个 Rose 就要帮他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一个女性扮演的角色非常有趣，就是在读罗丹的传记里面，你始终觉得这个女性好像是躲在背后的。包括后来罗丹其实有过一次非常有名的外遇，就是他跟他学生卡米尔，可是这个太太一直在他旁边，他从来没有讲一句话，好像他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全巴黎全法国都知道，可是他从来没有表示意见，可是罗丹也因为这样子从来没有离弃这个妻子。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被忽略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后来被拍成很传记性电影的罗丹与卡米尔，里面很夸张罗丹跟卡米尔的那个激情的恋爱，我想大概是有激情的部分，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跟罗 Rose 的这个感情其实深刻到很难想象，就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人，可以几乎让自己消失，就是他不扮演任何很侵略性的 aggressive 的角色，他也没有去指责卡米尔，其实他都知道，可他就在旁边一直帮助着这个他爱的男人。那么那个一生，我觉得到最后他们在病床上举办的婚礼，你就会觉得很动人。所以有时候别人问我说看罗丹卡米尔这个电影就问到卡米尔，我说其实也应该读一读他跟 Rose 的这个天长地久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沉稳的某些东西。那罗丹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以我叙述他早期的作品啊，他有两件作品是很受到当时争议的，一个是一个人的头像叫做他鼻的人，就是鼻子被打断的，那别人就觉得你要做雕刻做美一点的吧，就有人鼻子很挺，那鼻子如果矮的人还要去美容去把它垫高呢，你干嘛做一个他鼻的人？可是罗丹当时觉得人有长得美的有长得丑的，可是忠实于自己真实的状况，自然的状况，他就是有一种存在的尊严。所以他当时展出那个他鼻的人引起很大的争议，可他非常坚持，他说这是我的邻居，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跟我很好，那我为他做一个像，那我不要把他的鼻子修得很高，他本来就是他鼻的人，可是不影响他作为人的尊严。还有一件作品很精彩，是行走的人。那么这个行走的人你看到是一个没有手的身体，就只有一个躯干在往前大步这样走。我好几次到罗丹美术馆看到这件作品都很感动，就是说我们会觉得罗丹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作品，当时展出的时候大家都骂他说你怎么会做一个像没有头没有手，好恐怖的感觉。可他会觉得说人有一种生命的意志力，即使在没有头没有手的时候，他那个顽强的生命的意志力可以让他觉得他继续要存在要生存。他其实是用这个行走的人在象征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潜在的生命能力，其实不在于五官四肢的健不健全。所以这是他非常早年的作品，你已经看到罗丹有一个跟当时的雕刻家很不同的观念跟想法，他不是做大家做的那种美美的这种作品，他相反他希望在人的身上找到一个生命的价值。所以我自己觉得罗丹不只是雕刻家，我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思想家，就像他早期后来最成名的一件作品是青铜时代。对，这个青铜时代是他在比利时的时候做的，那在比利时他就感觉到人类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叫做石器时代，就活在那种很黑暗的然后没有工具的时代，可是人类大概最近的5000年发明了青铜，就是懂得把铜跟锡的合金，就像我们商朝周朝的文明，那他觉得人类青铜时代是一个文化的曙光，文明的曙光，就像人睡了很久的觉忽然看到黎明的光醒过来了，所以他做了一个男子好像朦朦胧胧要醒过来的感觉。那他会觉得说这是用这个像代表人类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他的背后的思想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他的雕刻，如果只看到外面的外形好不好看，无法理解罗丹的重要的意义。因为罗丹重要的意义是说，作为一个雕刻家，他一直在想我如何用人的身体去表现一个人类文化的状态，或者一个历史的一个阶段。那青铜时代根本是一个抽象的时代，可他竟然可以用这个观念去做。那当然这个时候他曾经去意大利旅行，那么在意大利他亲眼看到了他最佩服的米开朗基罗的原作，所以他发现比他早400年的米开朗基罗作品里面充满哲学性跟思考性，所以他决定他不要做一个简单的工匠，而要置放进思想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就看到他当时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子，就是巴尔扎克像。
巴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小说家，他一生写了96部小说。那这个巴尔扎克他自己曾经发下豪语，他说拿破仑用剑都不能征服的地方，我要用我的笔来征服。所以我们知道他现在的小说翻译成100多种世界的语言，中文里面什么高老头、高小姐都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另外一个写《悲惨世界》的大文豪叫雨果，那么就曾经讲说，过去人们仰望的都是统治者，现在开始仰望思想家，是因为巴尔扎克改变了我们。所以当时法国的人文协会就交给罗丹一个工作，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巴尔扎克像，我们要放在街头上，然后让大家纪念巴尔扎克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就像我们可能做一个李白像或者杜甫的像。好，这个像罗丹做了7年，他开始去访问巴尔扎克所有认识巴尔扎克，他自己没有见过巴尔扎克，他不知道巴尔扎克长什么样子，他去访问别人巴尔扎克长什么样子，巴尔扎克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习惯，生活的习惯，什么样的表情。他花了3年的时间找到巴尔扎克当年替他做衣服的裁缝，然后去把这个塑像做出来。这个塑像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跳，是一个在晚上忽然披起睡袍站起来要开始写作的一个作家的感觉。因为他会觉得巴尔扎克是一个为人类灵魂负责的一个作家，他的《人间喜剧》这部小说描写了很多人性里面非常尖锐犀利的观察，所以他觉得这个作家他不要做的就是外形美美的，因为巴扎克是一个大胖子，那他就觉得我干嘛要把巴扎克做成一个俊男的样子，他要做出巴扎克那种力量的感觉。他也做了巴扎克洗完澡以后还没有穿衣服，两个手插在那边很大气的感觉，他觉得这就是作家。那作家是不作假的，作家是让人家看到我很真实那一面的。所以这个像做了7年，他自己觉得是了不起的杰作，结果交件给人文协会，人文协会说太难看了，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就退件了。我们知道现在我到巴黎去，这件作品就在蒙巴纳斯的大街，可是在罗丹去世22年以后，这个作品才放在街上。所以艺术家很辛苦，艺术家有时候因为他太超越时代了，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不能了解他。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巴尔扎克的像不止在巴黎最重要的街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有巴尔扎克像，他几乎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伟大的一件作品。那我们觉得他做了这个作品是大刀阔斧，他把巴尔扎克的细节他都不管，他就让你感觉到你在读巴尔扎克小说的时候那种非常磅礴大气浑然天成的那个力量啊。所以这是他早年的一个经历，然后这些作品也让我们看到罗丹不只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艺术家，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公共艺术。是他当时帮助巴黎市政府改建整个巴黎城市，凯旋门啊或者所有的雕塑很多东西是他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走在巴黎街头上常常东看西看就看到罗丹的作品。所以他等于是让他的作品放在街头上，可以对大众生活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而他是同时他也很注意到人的动作，他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做舞者，像尼金斯基，他看他跳舞，然后他就很快的在泥土里捏出他那个动作型的这个表情。所以我觉得19世纪真的找不出另外一个艺术家可以像罗丹这么具备代表性。是，那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对他做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好精彩，我们要非常谢谢蒋老师为我们介绍罗丹的作品。感恩蒋老师，谢谢。荣耀，他想和国人分享在文化，尤其是生活音乐，后面人是就是说音乐是他们的，不是咱亚洲的，所以在亚洲，在台湾无名的台湾，咱可以拥有这些琴，这是不简单。奇美博物馆从1990年开始收集世界知名提琴，这次将从提琴库房精选出其中40把，9月底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奇美资深的提琴顾问钟岱廷在展出前一如往常为手上各个上亿身价的提琴检查、清洁、维修、调音。这支琴里面有一个音柱，然后我们有时候因为演奏者要求或者是环境的变化，湿度循环、温度循环，所以它音柱有时候会跑掉，那我们必须要调整它回到
演奏者所想要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要注意到这根音柱是不是有放在正确位置，或有没有贴齐。所以有时候调完之后，拿一个镜子进去看一下它的面有没有完全贴齐。因为每一个人对声音的要求不一样，他同样一把琴，他可以调整音柱变成很直接的声音，也可以变成很温暖的声音。那我们偶尔必须要把这些琴调整来适应演奏家他的要求。因为我们的琴在这世界上有非常重要地位，所以这些国际的顶尖的修理认为，如果能来这边帮我们的忙，是一件比较光荣的事情。所以也希望说，他们技术的一些部分就留在这里。奇美近年来有系统计划的收集世界各地知名提琴，在收藏的值与量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这把是 Gasparo da Salo 在1560年所做的琴，然后我们在这把琴身上学到很多特别的东西，因为这个作者的琴在世界上大概只有12把小琴。那如果说按照严格要求，这面板、侧板、背板是同一个作者做，这世界上只有6把。那我们基金会有2只，那其中这一只的琴头是原来的，因为在很久以前，几百年前，他们琴盒是这样子装的，插着，所以这个琴头常会磨损掉。那这是少有的原作者的琴头这样子。这把琴是瓜内蒂结束1744年的琴，是在历史上他们说是瓜内蒂这一辈，就是瓜内蒂这辈子最后一把做的琴。然后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挪威演奏家叫做奥利布尔所拉奏过的。那因为奥利布尔他在当时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其实相当有钱，还有买了很多支瓜内蒂跟萨里巴里。那本身他在1848年6月到4月到9月这段时间，他曾经去学做小提琴。所以这把琴就是以作琴者中间的想法里面是最优秀的琴，也是以演奏者心目中用钱买得到当时最优秀的小提琴。奇美在收藏方面投入了相当可观的心力与花费，馆员更时常参加世界著名的拍卖会搜罗经典名琴。这把琴叫做 Pellegrino Micheli， 在1560年所做的中提琴。那为什么特别来讲它是？这是目前已知到世界上最早的中提琴的样子，就像这样子。也就是说，中提琴是由这个家族所发明的。那这是根据一本书叫做《History of Viola》里面所写的。那这把其实是草创期的琴，所以它的这个孔的形状不是很顺，它从一个 C， 把它转过去变成一个 F， 然后琴头上呢？它完全没有磨制，就是凭着手工的感觉去雕刻，然后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如意。这把琴是 Antonio Salivari 在1709年所做的琴。那这把琴是 Salivari 体型中最宽大的，那用最上乘的木头所做的，所以保存了这将近300年，非常完整。那这把琴有两个重要的历史，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奏家叫做 Velotti， 他在1782年在巴黎第一次使用 Salivari 在大厅中演出。所以世人从此对萨里巴里的声音有个新的定位。那第二件重要事就是有一个很有名演奏家叫 Marie Hall 的一个女孩子，那曾经有一个作曲家写了一首叫做《云雀飞翔》，就是用这把琴首演的，就是献给这个女演奏家。那这把琴就是萨里巴里中的代表。奇美到故宫展出了40把身价不菲的名琴，有13把是出自备受瞩目的意大利三大制琴家族。其中史特拉迪瓦里是18世纪著名的提琴制造者，他所制作的提琴一直是音乐家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英国著名的风俗画家埃德邦迪画的这张史特拉迪瓦里制造小提琴的工作坊，以及奇美一些和提琴音乐相关的画作雕塑也将随琴展出。画面中的人物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贵族学校的学生或是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而是从庶民到贵族大家都在玩的乐器，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虽然400-500年来提琴的形体不变，但珍贵的名琴常随着时间的沉淀，声音越来越迷人，身价也越飙越高。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超过快20年了，所以就是是偏长这样子啊，只是说担心的是历史怎么看我们，而不是在那一刻中。
因为我们只是琴的过客，那琴会永远流长，所以你在上面留下任何伤口或是没有修好的，就是一个记录。你要以这种态度去对历史的交代，这比较重要。奇美怀抱使命感，收集保护这些经典提琴，好日。所制作小提琴，安祖亚马迪是1505年生，1577年过世。那世界上目前最早的小提琴，就是他在1551年所制作的小提琴。那安祖亚马迪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在1560年到1571年替法国皇帝查理9世做了38支乐器。那这38支乐器还请了当时文艺修复兴的女画家索凡尼斯巴汉图索拉，在背后画了38张画。那其中这把大提就是目前这世界上残留的3支，其中1支的琴啊，那后面有一幅很漂亮的画。那这个最重要的是，它这里写着1566年哈，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确定年份最古老的大提琴啊。那另外2支，一支在美国，另外一支在法国，那都不能使用，就是这把是唯一可以用的。那第二把呢是中提琴 Low Baton 啊，那这把琴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演奏家所使用的。那比较特别是它的琴头背后有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印章。那另外2把小提琴呢，都是在1571年跟1574年所完成的啊。那这2支琴呢，有录过音啊，然后音色相当完美。那我们也做科学验证啊，我们从琴板上的年轮去验证，最年轻的年轮是1510年啊，所以光是木头锯距现在500年啊。那这四把琴呢，等一下由这四位演奏家啊，所演奏这个侯丽塔跟海顿，还有朱伯特，还有天国的曲目。那其中这个侯丽塔，这个乌克兰的作曲家所做的曲目非常的优雅而悲戚哈。那我们把这个曲子哈献给这个法国查理，法国查理出版社这个受难者跟他们所受难的家属们啊，的做一个怀念。那我们现在请四位演奏家表演，谢谢。
葛雷科被誉为是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用色阴沉尖锐，常用黄、绿、蓝、粉紫等色彩做强烈对比，是他最大的特色。日前在西班牙托利多古城有一场纪念他逝世400周年的纪念展，来去欣赏。西班牙中部的中世纪古城托利多与首都马德里正举行一连串的展览、研讨会和音乐会，以纪念西班牙文艺复兴画家葛雷科逝世400周年。一开始，埃尔·葛雷科的画作并不受到重视，他的作品一直被分别高挂在一座哥德式大教堂、昏暗的修道院和西班牙博物馆里，没有人注意到他那令人惊奇的作品。直到19世纪，这位出生在希腊的画家埃尔·葛雷科的画作才重新被重视。西元1577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在当地从事绘画工作，直到1614年逝世。他的作品用色大胆，笔法强劲有力，让人充满启发。埃尔·葛雷科早年在托利多城完成的最有名画作《基督》，数百年来被高挂在托利多城当地一座大教堂阴冷的收藏室里。去年，这幅长达3公尺的画作从教堂里被取出，并转送到马德里国立普拉多博物馆进行修复工作。Para mí es, digamos, ya como el cierre de mi trabajo profesional y es la máxima aspiración que podía tener. 埃尔·葛雷科个人画作的特展，展期从3月14号到6月14号，游客可以一窥具有戏剧性构图与韩系色调的意大利艺术风格。天使只有头与翅膀，耶稣基督姿势扭曲，多么奇妙的构图！它的作者是一位16世纪的希腊画家，他又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这股强大曾经在16世纪时发展到极致，也就是西班牙帕普斯波克家族统治的时代。因为恰好赶上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从此就走向了全世界，甚至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过现在的荷兰南部、葡萄牙，还有一部分的意大利等地方，再加上南美洲、北美洲、非洲、亚洲等，其领土真的非常辽阔，也因此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在最兴盛时期，以莫大的财富与权力统治这一切的，就是菲利普二世。与此同时，他也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美术品收藏家之一。
菲利普二世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遵照他父亲的遗言，在安静的森林里建造了一座占地辽阔的修道院，然后将王室的墓地设在里面，就是这座位于马德里西北方50公里处的皇家埃斯科里尔圣罗伦佐修道院，简称埃斯科里尔。菲利普二世在建造修道院这件事上非常的投入，最后建成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房间数量多达3000个。这里不只是被当作修道院使用，也会被当作宫殿使用。还有另外一位与菲利普二世有关的神奇画家，他就是想成为宫廷画家的希腊人埃尔格雷科。埃尔格雷科献了一幅画给菲利普二世，这件作品以勒班陀海战为题材，描绘了信奉天主教的菲利普二世的军队击败了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为了讨菲利普二世欢心，格雷科还把国王本人画了进去。在中央穿着黑衣跪在地上的男性就是菲利普二世。格雷科接受了委托，要画埃斯科里尔使用的装饰画。一心想成为宫廷画家的他，离他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格雷科的本名是多麦尼科·西奥托普，他出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多麦尼科26岁时在威尼斯磨练画技，后者是16世纪最新的流行画法的诞生地。他进入了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大师之一提香的工作室。这些大师们被称为威尼斯画派，最擅长表现出自然的立体感。据称，后来的裸女图都以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这幅画为基准。配上鲜艳的红裙子，像是要夺人眼球一样。善于表现丰富的色彩，也是威尼斯画派的特征。就连大师提香也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画了几幅画。众所周知，菲利普二世也是提香的赞助人。多麦尼科，也就是日后的埃尔格雷科，就在威尼斯这里努力地观察，学习各式各样的绘画技法。这是威尼斯总督府，面朝着圣马可广场。威尼斯曾是一个都市国家，其政策就是在这里制定的。这是提香的弟子丁托列托的作品《天堂》。多麦尼科也从这幅画中受益匪浅。穿梭其中的天使，超越自然的光。多麦尼科完全学到了威尼斯画派的技法，并且表现得更加自由，更加奔放。
多麦尼科在威尼斯生活了3年之后，又到罗马住了6年时间。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令他受到了最强烈的冲击，于是他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的画作前下定决心要成为超越米开朗基罗的宗教画家。麦尼科离开罗马之后，来到了西班牙过去的首都托莱多。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造访了托莱多大教堂。这座教堂是西班牙数一数二的教堂。可是，在西班牙这里，多麦尼科·西奥托普这样的希腊名字不太容易被记住，所以大家都叫他埃尔·格雷科，意思就是希腊人。埃尔·格雷科开始在这座城市生活，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托莱多大教堂绘制画作。这是托莱多大教堂的圣居室，现在则作为美术馆对外开放。在这个房间的尽头所装饰的，就是埃尔·格雷科在西班牙画的第一件作品《圣衣之剥夺》。耶稣基督即将被架上十字架，他裹着的深红色衣服正要被人们夺走。埃尔·格雷科这幅画的特征就是耶稣把手放在胸口的姿势，还有中指和无名指并拢的手势。在耶稣旁边有一位穿盔甲的男子，有人认为这就是埃尔·格雷科本人的模样。埃尔·格雷科当时30多岁，他或许是对自己很有自信，才会把自己也画进去。在圣居室里，所有柱子上都挂了埃尔·格雷科所画的12圣人像。这座大教堂还留有许多埃尔·格雷科的画作。就这样，在托莱多，他终于被认同是一名宗教画家。是他继《圣衣之剥夺》之后画下的作品《三位一体》，这是埃尔·格雷科的代表作。虽然现在他被放在普拉多博物馆，但是这也是为了托莱多大教堂所画的。扭曲的身体，大胆的构图，埃
尔·格雷科主要的绘画特征在这件作品中已经成型了。这样的扭曲是从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与雕塑中得到启发的，而善于运用丰富的色彩则是他年轻时在威尼斯的学习成果。上方的鸽子象征着圣灵，在下方有神这位天父，另外还有受难的耶稣基督。神、耶稣基督、圣灵，这幅画表示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以吉利之丹诸侯代理人的身份渡海而来的天正遣欧使节，在觐见了菲利普二世之后也到托莱多参访，所以他们见到了当时刚完成的这幅画。这是埃尔·格雷科的代表作之一，手放胸前的骑士肖像。在战争的时候，骑士是战场上的主力军，而平常他们则从事城市中的行政工作。据说埃尔·格雷科的这件作品成功地画出了骑士的人格特征，他们内心有所追求，重视礼节，品德高尚。这里是拉曼查，时至今日只要走出托莱多还是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当时埃尔·格雷科看到的一定也是相同的风景吧。埃尔·格雷科顺利地在托莱多获得了成功，埃尔·格雷科住过的房子依然保留着，现在这儿则同时作为美术馆向公众开放。他在这里收了徒弟，成立了工作室。即使在托莱多很繁忙，埃尔·格雷科也一直记得那个约定，就是要为埃斯科里尔创作宗教画，这是受菲利普二世的委托。最后完成的就是这件作品，赌上成为宫廷画家的梦想而画出的圣马里西欧的殉教。公元三世纪，马里西欧在埃及的都市迪比斯指挥着罗马军队，超过10,000名士兵拒绝参加异教的仪式，因而献出了生命。这幅画以这个故事为题材，是埃尔·格雷科的自信之作。菲利普二世的手上已经拥有埃尔·格雷科的画作《神圣同盟》的寓意，可是国王对他的新作并不感兴趣。奇特的构图，超现实的风景，据说他认为这幅画根本不会令他想到要祈祷。虽然他收下了这幅画，却选择了其他画家的作品挂在修道院内。格雷科的宫廷画家之梦就此终结。虽然埃尔·格雷科的宫廷画家之梦破灭了，可是他在托莱多这里成立了家庭，委托他作画的人也络绎不绝，他算是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身为宗教画家，他的功力也并没有衰减。基督的洗礼，这是他受马德里某个礼拜堂的委托所画的。在神的守护下，
借由鸽子这个圣灵，耶稣基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不管是肉体还是背景，都犹如火焰般摇晃。这种画法不是从别处学来的，而是埃尔格雷科自己创造出的手法。基督折形，抹大拉的玛利亚正在承接耶稣基督流出的血。十字架位于中心，左边是圣母玛利亚，右边则是约翰，而旁边的天使们也承接着耶稣基督流出的血。据称，这幅画和基督的洗礼都挂在同一个礼拜堂内。基督复活。耶稣基督手上拿着象征胜利的白旗，为了向地上的人们传递福音而献身。他脚下是古罗马士兵，他们与呈现出轻盈感的耶稣基督形成了对比。士兵的身体呈现出诡异的扭曲，脸上浮现出恐惧之情。鲜艳的色彩在这里也给作品带来了力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笔触很粗犷，这时候他已经有了独特的表现力，和过去他学习的威尼斯画派有所区别。据说这三幅画曾经并排挂在同一个礼拜堂内，而现在人们可以在普拉多博物馆同时看到这三幅画。埃尔格雷科没有回到故乡希腊的岛上，而是在托莱多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他虽然没有实现成为宫廷画家的梦想，却成为了宗教画家的至高权威。这里是圣多明戈埃尔安蒂高教堂，埃尔格雷科长眠于此。这座教堂还收藏了他晚年的杰作。牧羊人的礼拜，画中人守护着刚出生的耶稣。不只是天使，画中的一些人物也像漂浮在空中一样，真是不可思议。照着天使还有四周人群的亮光来自下方，发出光芒的正是婴儿耶稣自己。埃尔格雷科被誉为最出色的宗教画家，他的作品的确令观看的人浮现出一种虔诚之情。
身为一名宗教画家，埃尔格雷科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喜悦。在他住过的房屋附近有块石碑，多曼尼科·西奥托普。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刻上了他的本名。出生自希腊的画家埃尔格雷科，虽然成为宫廷画家的美梦破灭了，但他的作品也留在了西班牙。后来他被誉为最杰出的宗教画家，而他也给西班牙大师维拉斯奎兹以及毕加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决定这两位画家作品命运的日不落帝国的国王菲利普二世，在神奇的命运的推动下，将他们的作品带到了西班牙。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innovations in weaponry, but only a few have transformed ground warfare. Some of thos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iest military empires. Macedonia in 326 BC, the peak of one warlike leader's power. Alexander the Great wasn't the first empire builder the world had seen.But it's the battle-hungry Macedonian king who conquers most of the classical world. He does it by exploiting the most advanced metals of his time, bronze and iron. The original ideas came from Alexander's neighbors, the Greek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the Greeks used bronze.To make highly effective defensive armor, like breastplates and helmets, and iron to give their offensive weapons a deadlier thrust. These weap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actics they used, gave the Greeks their fighting edge. They build a formidable military machine. It marks the true beginning of organized Western warfare. They called it the phalanx.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ts success can be seen on rugby pitches around the world. Engage! The phalanx relies on teamwork and organization. It moves as a controlled, cohesive body. The soldiers fight in regimented blocks, shoulder to shoulder.So they all felt they were part of a group, and they liked to fight as an organized unit, rather like a rugby scrum is today. 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 The unit is not only cohesive, it's bristling with armor and weapons. I've got to remember, I would be one of 10,000 men similarly equipped like this, like a giant armadillo. So basically, this is a combinationof defending myself with the shield from any missiles or thrusts coming, but also offensively going forward and stabbing in the face, in the stomach, straight into the unprotected groin there, and then another one to finish him off, and then ready for the next one. By the time of Alexander's empire, the armaments used by the phalanx grow even more deadly.The spears evolve into a 6-meter-long killing weapon they call the sarissa, more than 3 times the height of the average soldier.
The Sarissa gives Alexander's men new reach. The first five ranks can now impale the enemy. This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weapon turns the phalanx into a supreme offensive machine. For its period, the phalanx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fighting unit in the world. Nothing could stand against it. But the phalanx has an Achilles heel. ...197 BC in Greece, the Battle of Cynocephali. The classical world's coming superpower, Rome,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ed military supremacy of the phalanx. It is a bloody confrontation. When the Macedonian phalanx met the Romans, they were aghast, they were shocked. They'd never seen wounds like that. The Romans managed to completely hack people to pieces. Heads lying around, spleens split open, bodies hacked in half. Basically, it was a massive butcher shop. Whilst all other armies have fallen before the phalanx, the Romans adapt their battlefield tactics to exploit its weaknesses. Those weaknesses can be seen back at the rugby field. The phalanx works well going forward on flat plains, where its rigid structure's an asset. But the phalanx can't turn easily. And at Cynocephali, the Romans use their knowledge of tactics to exploit this, attacking from the rear and the flank. And the phalanx has another weakness. On uneven terrain, its structure is liable to break up. That day, the phalanx is cut to pieces, and a shockwave runs through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But it isn't just Roman tactics that forces this defeat. Victory is achieved with an exceptional weapon, which the Romans will use to enforce their power for 400 years. The gladius. And it's made with a revolutionary new material, steel. The primary method of attack was to thrust low and upwards, aiming for the stomach. The stomach and this central soft squidgy area here, that is the place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 has a very, very good cutting edge as well, down both sides, hardened steel, if you need to, if you're suddenly surrounded, for example, and you need to slash out, it's very, very useful for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 you slash, every bit will count. The odd leg here, the odd arm there. This was the weapon that effectively conquered all known comers. This is it. A simple but unique stabbing blade, which allows them to build an empire. For the modern soldier, warfare has moved on from the face-to-face combat that was so effective for the Romans to long-range firearms, which kill from 500 meters. The ability to strike from great distance is now taken for granted. It's been achieved through a number of inspire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one was the bow, which used great power to propel an archer's arrow an immense distance. 1415, Agincourt, northern France. A key battle in the war between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ich has lasted for three generations. A menacing army of around 20,000 French, many on horseback, fighting on home soil, confident of success. Facing them, King Henry V of England, with a force one-third the size, on foot, but equipped with something called the longbow. Archers! Scratch! Scratch! From around 220 meters, the archers unleash a barrage of arrows. The French cavalry charge, but can't break through. The French come again, this time on foot, but again the English archers fill the sky with arrows. In the narrow, boggy field of Agincourt, the French attack is blunted. And face to face, against the odds, the English win the day.
How King Henry and his English underdogs snatched victory at Agincourt is still a matter of conjecture. Mark Stratton thinks he knows the reason why. He's written about the bow and has been shooting one since he was six. Stratton believes victory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ngbow's ability to strike the enemy at a distance. By firing at plate armor from 45 meters, Mark demonstrates the ferocity of this medieval powerhouse. It's believed that from 220 meters, arrows wouldn't have pierced armor, but Stratton's convinced the longbow could still have immobilized the French cavalry. If a knight got hit with more than one arrow at once, the impact alone could knock him clean off the back of the horse. It's the arrow's weight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a tenth of a kilogram. If we take a 7-pound sledgehammer and swing it at 32 feet a second, it has the same impact as this arrow travelling at 150 feet a second, which is more or less 100 miles an hour. But in order to turn this into a battle-winning weapon, the English need something else. Specialists, man and bow melded into a unique fighting machine. The English archer is strong, but also trained to achieve the precise angle that delivers long-range accurate fire. I know that feels too low, that feels too high. But just there feels comfortable, that is right. To achieve this fighting efficiency, there is a high price to pay. For a longbowman to have been good, that necessitated training and necessitated years and years of training. At Agincourt, these specialist soldiers produce a formidable barrage, triggering the French slide to defeat. The longbow has many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ultimate warrior weapon. Accuracy, range, rate of fire.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help determine the way medieval commanders fight their battles. But the future will be different. An explosive new technology will recast how generals fight wars, make the specialist archers redundant, and the battlefield far more dangerous for the soldier. Its origins were in China, around 600 years earlier. The story has it, the emperor's alchemists were looking for the elixir of life when they stumbled across the pathway to death. Gunpowder transformed the world of warfare. Gunpowder's explosive power comes from a potent mixture. First, sulfur to increase speed of combustion. Then charcoal to provide fuel. And finally saltpeter to create oxygen. The knowledge of how gunpowder was made migrated to Europe from the East. But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earm was a slow process. The first heavy infantry weapon to be used in large numbers is the matchlock musket. Adopted by armies around 1500. This is a matchlock. It gets its name from the ignition system, which starts by having a piece of match or cord. This is one of the drawbacks that you would have if you're in a combat situation. Presto. Now we have fire. The matchlock can now be loaded with powder and ball. Next, gunpowder is added to the pan to prime the weapon for firing. Cheap to make, the matchlock is adopted from Western Europe to Japan. The firearm changes the balance between offense and defense. For 2,000 years, new weapons have been matched by better protective armor.
But the musket ball overwhelms the powers of armor and drives it from the theater of war. The period when armor disappeared from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was one where armorers had hit a brick wall. They could make bulletproof armor, but it was too heavy for anyone to wear. The matchlock musket transforms warfare. But it has flaws. Because it relies on a lighted match cord, the ignition system is dangerous and unreliable. The arrival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usket will cure these firing problems. It will become the universal soldier's weapon. Europe's greatest armies clash near a Belgian village called Waterloo. It's one of the bloodiest battles fought by Emperor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muskets and artillery. In the choking smoke of battle, many soldiers can't see much beyond the end of their own weapon. In a single day, 47,000 men are either killed or wounded. An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se horrific numbers is the killing potential of the soldier's firearm. Most soldiers on that day are using a weapon called the flintlock musket, which is deadly. And one reason it's so lethal is a highly reliable ignition system. When the trigger's pulled, the flint strikes the metal frizzen, or strike plate, producing sparks, which detonate the powder charge in the pan below. This flame ignites the main powder charge, launching the musket ball down the barrel. The effect of musket technology is to cheapen the life of the ordinary soldier, because he's easier to replace. A musketeer can be trained to stand firm and fire in a matter of months, compared to years for the highly skilled longbow archer. War became more of a mass production enterprise, in which the soldier was a small cog in a very large wheel. In a typical exchange of musket fire, commanders push their troops up close to the enemy in densely packed lines. It's the soldier who pays the price. There's a lot of fire and the overwhelming noise from all the guns discharging. Artillery firing, the moan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wounded. All of this would contribute to a sense of confusion. And the scary part for you as the soldier is you have to stand right out in the open and attention with your enemy facing you maybe 50 yards away and all those muskets pointed at you. It had been absolutely horrifying. But the commanders don't sacrifice their men out of malice. Musket tactics are determined by the weapon, which was accurate to only 50 meters. It's this reality which makes the generals fight at such close quarters.